欢迎来到学用数学，数学有用。哎，这道题呢，它给了一个正方形，旁边呢有两个圆，那想要问这 EF 的长，那这东西该怎么求呢？哎，首先看到半圆，我们把这里连起来，这里就有直角，这里连起来就有直角，这个就是经典的什么一线三直角模型。好，哎，一线三角模型呢，我们有什么？我们有这一个跟这一个，这两个是全等的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这个是 x，这是 y，好，那这边也是 x 跟 y，然后这一段的长就是什么？s 平加 y 平，好，开根号。那我们今天知道 a、b、c、d 的面积是569，所以我们就有 s 平加 y 平等于569。好，在这两个都是整数里面呢，我们就开始去寻找。好，你可以从那个23的平方。一直开始找，找下去，好，那这边找到呢，会得到20的平方，好，那这边是什么？13的平方，这两个刚好是569，好，那其他的呢就没有适合的答案，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这段是20，这个是13，所以整体呢就是33。关键呢就是要看到这半圆的连接制作直角，形成一线三直角模型。